今天他是不是也来了？来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他上场。欢迎王国哥哥。在正式的跟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博，来自辽宁锦州，今年63岁。您最开始那么爱小提琴哈，就为什么放弃了小提琴？因为结婚以后